Hello，大家好。Hello，来看一下。谢谢大家，真的很紧张。这是我第一次要用 Facebook 连线，然后就失败了。来宾加入申请。俊昌哥，你们进来了吗？谢谢大家安慰我。呀，我的妈呀！Oh yeah, I saw that. 因为我按，Oh yeah！我来了，我的老天，我终于来了，有哎呀，连对不上起都啊，我没也不连知道，上，好，怎么会好这玩，样好子玩，好呢？玩，怎么会这样子呢？但没关系，既然有连上，刚好你的歌曲呢，申请版也播完了，然后进完广告之后，我们会聊更多属于你新专辑的歌曲，这个它的好创的，作的好过的，程，还有那时候你来到我们的电台一些好玩的事情哦。好，所以哦，现场的朋友们终于可以看到了，对不对？谢谢，哎，我真的谢谢所有你可爱的粉丝朋友们对我们的宽容，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我们的 iPad。所有的版本都已经更新到最新了哦，可是就是 OK，Anyway，连上了，连上了。所以我刚刚有说到了，上次我跟涂善存见面是3月初的时候，对，哎，那时候还蛮妙的耶，你们也是怀着一种很兴奋的心情，准备要来上线。对，没错。我那个时候，因为之前的戏剧作品其实没有什么机会能够上电台去宣传，所以我从来没有想过，哦，居然有一天我会可能像这个礼拜这么密集的跟那么多 DJ 的哥哥姐姐们连线。然后我也觉得，透过这么多次的连线。我开始喜欢上电台这样子的对话的方式。那个时候还讲说，哎，挺期待会有一首你的歌曲哦，我眼睛就为之一亮了哦。但我继续追问下去的时候呢，就哎也不能说不能说，好像要到剧集差不多的一定的转折的时候，这首歌出现，大家才知道那样子的一种化学效应。对，那个时候其实大家都非常的保密了，因为那个是一个最后一集的惊喜。可是，在我们见面的之前，已经就完成了录制了吗？创作了吗？还是其实跟拍摄剧集宣传者同步进行的呢？在拍摄我们戏剧拍摄的时候，歌曲是同步进行的，所以我们宣传的时候，其实歌已经好了。我想前面有一两段我们连线不是很顺畅，怎么办？我今天准备了好多张纸，有其中有几段是要讲那天我们吃宵夜的事情，哎，你记得吗？那一天。我记得，那你也很讲那强，天陈吗？立安也很好强，怎么啊。办？像我们从下半段开始，有好多的重点要开始，我们要先讲强的事情，还是要先让你来唱歌？我先想一下，我们要回现场喽。你的声音开始好，在回现 radio 场。也听得到了哈。时间在晚上的8:33，此刻真的很好，真的很好。涂善存终于跟我们连上线了，嗨嗨，大家好。晚安晚安。所以现在透过了 FB 的直播的朋友们，应该也可以看得到涂善存这个帅气的脸庞，以及我们待会有很多更多近距离的互动，用网络连线的互动方式嘛，哦。哎，这几天你其实都跟很多的媒体不同的连线方式，我发现到你的场景也都有在设计耶，你就会安排不同的哈哈，角落，是不是？对，没来错，没错。导导览导览，此刻你现在是在哪里啊？现在也此是刻，在我的吉他区跟我的画画的区域，
就像那歌你有看到吗？我帮你摆了一个跟昨天稍微不一样的样子。你很贴心啊，每一场都是那个专门的 setting 跟设定，会有一些主题在当中的。希望哥喜欢。嗯，这一阵子其实是你说话最多的一阵子吧，开始要宣传是你自己的作品，不管是从戏剧出来，然后再聊你的自己的创作，好密集哦。很密集，真的是很密集，因为宣传期特别长，因为从、因为歌曲跟戏剧我们等于是接力赛，它没有在一个同步上。所以宣传期就比之前来的长很多。嗯，而且因为是要带来你的歌曲的话，就会有很多的机会要重复说一样的话，但是是希望更多的朋友，不单是看剧的朋友，或者是陆陆续续加进的朋友们，会了解到你的音乐的创作。嗯，没错。那这一次你是用这个什么样子的身份去完成这两个版本呢？因为我想知道的是，有包括从剧集当中的角色，还有之后音乐人涂善存所唱歌的时候，我相信那个口气或者是角度会不一样吧。我其实是我是在录音室里面，然后听到结果之后我才明白原来唱歌是可以不一样的，就是因为我的告白版跟深情版其实两个感觉在潘石青老师的指导下出来的感觉完全是不同风格，但是我以前不知道可以做到这样。反而是你最后面录完了之后，然后自己回去像听众一样听起了这首歌曲的两种不同版本，你感受到了那种情感的角度跟深度是不一样的。嗯，因为我觉得这个其实蛮缘分的，因为我们一开始录是先录告白版，然后后来第二次才录深情版，然后刚好因为深情版你后面有一个非常庞大的交响乐团的那个伴奏的感觉，所以相对的我唱的感觉就要比较厚实一点。那刚好第二次我也感受的比较多，你可以说是学到的比较多，所以第二次我唱的就比较可能是有点故事吧。那刚好第一次的告白版那种纯纯的感觉，然后有点青涩，就很像是历程他身为一个可能他不是很厉害音乐方面，但是他为了腾腾去做了一个这个礼物送给他，那种感觉就很像是我虽然做不好，但我把我全部的心意都送给你的感觉。嗯，哎，这真的，你们两个人和我三月初第一次见到一起站在一起的时候，那个感觉真的不一样。哎，我必须说，第一个你们当然演技很厉害，呈现了角色的氛围；再来就是你们私底下两个人的个性，其实跟角色我觉得还蛮大的反差。哎，我们其实很接近相反的概念。没错，是这样子的。哦，但其实我们就是把，跟你说，来，你说。哦，我是说，其实我们就是，在演戏的时候，其实就把我们，原本相反的那个个性放大。然后，因为平常生活其实我们反过来嘛，就是偷偷的观察对方可能会做什么事情，然后在戏里面的时候就把它放大拿出来演。对。我今天其实准备了好多的讯息想跟你聊，其中有一部分也是要聊陈立安很强的部分哦。不是哥，他不是强，他是有特色，他很直率，我觉得直率，他很直率，可是他很直率。可是因为进行到第三阶段，我原先的设定呢，我先替所有的粉丝朋友们来谋福利好了。那天晚上我们吃宵夜，他有多直率呢？我们待会说。按照我的 round down 呢，赶快我们赶上进度，不啰嗦。好。上面应该写的就是涂善存要弹唱了，耶、yeah, ！就直接吉他弹这么快吗？哎，赶进度，我现在心情才刚恢复啊，是不是？连上线之后，把握现在线路非常这个稳定的时候，赶快要听到你的弹唱啊！好的，可以了，深情的、告白的都好，我们大家都喜欢。好，哇！真的是在紧张的情况下，哥，我拍不到了吉他，那我就这样子了。没关系，我们看得到 ，OK 的，你就尽情的在你的音乐的世界当中，为我们弹唱吧。这首歌属于你，与你相遇的所有幸运，
我所有任性叛逆藏在你微笑嘴角里，对你我愿意傻得可以，曾经差一点就错过你，是你为我们鼓起勇气，没有人能够代替，我的甜蜜只留给你，从今天起有你每个四季。你有着冬天的侧脸，而我是炙热的夏天，划过天空的弧线到彩虹的另一边，在七彩的面前一切变得更耀眼。 Yes I do I love you Be with you，和你在一起是我的幸运。耶，给你拍手！看直播的朋友们，爱心赶快按起来，按一波，或是按赞给涂善存哦。尤其是在我这样子赶进度之下，马上没有给他暖场，吉他就给他拿起来了。就要拿起来吗？我没有让你放下啊，请你继续拿。哦，好好好好。哦，刚才在你在唱的时候，其实有好多很可爱的我们的粉丝朋友们或观众朋友们都有在留言，就说真的莉安呢，她不是腔，是可爱，有感受到你在护驾了。哦，我那个修辞对，好像也可以用可爱耶。你那天晚上好像也护驾她，我突然想到她那天晚上 那天吗？对啊，你吃宵夜那一天。好，我来加紧空档为大家来这个暴露一些那天我们私底下的生活。我们就说因为莉安都会很直率的会有一些反应或是回话嘛，我都忘记了那一天晚上是突然发生什么事情，连 Toto 姐 Vicky 姐我们都说，哦，你讲这句话我们救不了你了，没办法了。你就看到一个人很囧囧在那边，之后马上有一个人跳出来就说，来我带他敬大家一杯。哎，你这什么跳出来护驾？我还没看到剧的时候我就已经有CP 即视感在我的眼前马上的出现，你就是为他这样子护驾，然后敬了大家一杯，帮他解决那个很囧的一个状况。哎，你真的很 nice， so sweet。 哥，我都忘记是什么事了，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彼此照顾了这个状态，从拍戏到现在已经就身体已经变成一个很自然的反应。所以因为像是我是他的翻译机嘛，虽然他现在已经进步很多，而且已经但我就像他翻译机的状况，所以我的耳朵会随时打开他讲话了。真的对真的就是很棒他的翻译机，所以那一刻我就先不用看剧集的预告，我就有一个真实版我如此的幸运你们在我前面呢，就先呈现了这 CP 的即视感，跟接下来那个剧集当中你可以知道两个人的互动是多么的 sweet 跟多么的贴心哦。所以很多的话题我们可以下次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继续聊这样子，好不好？那天晚上我们可以回忆到很多很精彩的部分。今天是回归到音乐人的这个身份哦，有自己的创作歌曲之外呢，通常你知道弹唱都要安可的耶，就是不是只有唱一首的那样子的。好，那哥我是现在继续接着唱吗？是继续唱，而且我要点歌，我就直接点了，好不好？好，你前几天的直播我也都在看的，我都替大家敲碗了，就是有一首歌都没出现啊，也不用等你选了，我就直接说我要听那个海湾，好不好？海湾啊，阿拉斯加海湾吗？对。哦，好的，我希望我今天手不会抖，你一边捂的，你一边捂的时候一边有把吉他拿起来，感觉是没有抗拒的意思嘛，对不对？因为那首歌我真的很喜欢它，所以我会想要好好。阿拉斯加海湾啊，对你来说其实也非常具有意义的一首歌曲啊。没错，一起来听一下。好，我们来让线路稳了之后，可以听到你的第二首的歌曲。是的，安可再来，阿拉斯加海湾。
难道你不知道我很爱他？怎么明明相爱的两个人，你要拆散他们呢？上天啊，你千万不要偷偷告诉他，在无数夜深人静的夜晚，有个人在想他。以后的日子你要好好照顾他，我不在他身旁，你不能欺负他，别再让人走进他心里后却又离开他。上天你别管我，先让他幸福吧。继续的爱心刷起来，然后我们今天现场是有这个真人给你的掌声跟鼓励哦。哎，这首歌曲对你的影响或者说对你的意义是什么呢？我特别感受得出来你对他的喜爱。因为我那个时候在弹这首歌的时候，我有发文嘛，我就说我觉得这首歌是一个其实很深刻，然后很让人难过，但是又很温暖的歌。因为这首歌带给我的感觉，我觉得就是可以带给所有人，就是因为每个人在感情里面常常都会面临到分开的这种时候。你可能是因为吵架，可能是因为不适合，但有时候在那个当下你都会问自己说，就是在分开的可能最后一次的吵架，然后你都会问自己说，难道我要就是因为这个小事我就要放弃了吗？就是我要放弃了我们之前这么久的忍耐退让跟成长，然后我们也要放弃以后的美好吗？但是我觉得现实世界就是这样子，我们很长很多时候会输给了现实。因为我们分开不是因为你不好或我不好，我们只是因为现实所以我们分开了，我们必须继续成长。也许没有，如果我们没有现实的压力，我们会很好的在一起，但是我们最后都没有做这个选择，所以我们分开了。那我觉得这首歌的感觉就是两个不同的海域，对，两个现在讯号被卡到，他们两个，我们等待他那边的讯号。哥听得到吗？嗨哥。俊昌哥，我等你看，大家不好意思哦，因为今天的网络好像有点没有那么顺，所以会跳掉。那我们看一下俊昌哥回来的话，我把俊昌哥拉进来。对不起大家，今天让你们就是这么的跟我一起煎熬的度过这个直播的夜晚。俊昌哥，俊昌哥，大家晚上好，不好意思，我们等一下俊昌哥。俊昌哥，俊昌哥，Hi the fan， Hello。那我就边看的时候，我边再弹几首，好吗？来看一下俊昌哥随时邀请我的话。俊昌哥加油！哎，有了。
客加油。此宾客已婉拒直播视讯邀请。下方人头按一下。批准。我批准喽。他在上面写新增当中，然后写此宾客已婉拒直播视讯邀请。再按批准，按批准了。此宾客已婉拒直播视讯邀请。哇，我觉得不是我们两边网络的问题耶，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没办法连上。可我又按了批准，可是上面写此宾客已婉拒直播视讯邀请。还是哥，你觉得如果我重新开一次的话会好一点吗？哦耶，待会要把你刚才的那一个理由说完，太刺激了、okay. 今天哥太刺激了，我刚刚讲到说、我还要准备乖乖呀，是不是一包不够？真是不是哥，那是我的问题， 我没有出去买乖乖。我这边有乖乖没关系，刚才讲到一半的我们再把它讲完、okay. 非常重要，我觉得阿拉斯加海湾对你的感动之处哦。好，对，我就说就是我们很常待会哦，我们准备回来了，等我一下哦。好的，好，涂山淳回来喽，我们要请他再跟我们分享刚才讲到一半的，为什么这一首歌曲其实对你来说那个触动很深呢？而且你还会来翻唱弹唱呢？因为我觉得就是当我们面对了现实之后有这个压力，我们才会选择分开，但是其实都不是我们两个对方双方的错误。但我觉得这首歌很温暖的地方就在于说，我们虽然选择分开了，但人生是一条很长线的过程，我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在这条路上我可以不断的祈祷。所以你平常私底下也都是爱听这样子比较抒情的歌曲吗？还是你有另外一个很摇滚的很狂野的那一面我们还没看到的呢？其实也是有的，我会在不同的情绪跟场合跟状态下听不一样的歌，像我可能会在比较夜晚的时候听这样子的歌，但是我也很爱像是一个巨星的诞生里面，我里面最喜欢的歌我是他的片头曲，就是一进去他很摇滚的那首歌，然后我也很喜欢汪峰啊和 Coldplay 他们那种，就是比较对比较摇滚一点的感觉。接下来你的创作也会想要走这样的路线吗？让我们看到摇滚的。我希望我可以尝试啊，但因为我现在毕竟我的乐器只有一把木吉他，我会想办法看看怎么样能够有办法创作出那种类型的音乐。没关系啊，你就是尽量写，然后就交给潘雪庆老师就可以了，他会帮你找出最好的角色。哎，潘老师要抒情要狂野的也都是可以的，他懂得在舞台当中各种不同情绪的一种表演啊，他可以帮你找出最特别的最独特属于你的音乐的创作在当中的，期待咯。会继续写吗？这阵子会继续写吗？我会继续写的。时时刻刻不要只有在你家里面在你的浴室当中唱，记得把它记录下来，我们所有的听众所有的观众粉丝朋友们才有机会可以听到你一首又一首的新歌。好的，好喽，我们期待疫情赶快过去，我们要面对面的好好的聊聊天。真的面对面我们就不会有被中断的这种问题，我们就可以畅谈一路到会聊到超时，会聊到超时。但这段时间大家真的都要特别的注意自己的健康平安，然后戴好口罩，像你的话不出门的话，我相信很多的工作还是持续的进行当中，对不对？其实反而会更紧凑吧。其实是的，因为直播视讯你就省去了出去外面说话跟通勤的时间嘛，所以反而时间上会安排的比较密集。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有更多不同的平台，各种不同的媒体当中还可以继续的听到你来介绍你的歌曲，然后有更多的机会可以感受两个不同版本所带来的温度，我就会建议大家可以多听几次哦。有的时候可能是跳脱出，对啊，跳脱出你看着剧集当中的角色，听听看是歌手音乐人
涂善存在唱歌那样子的一种心情，我觉得也还蛮不错的，也另外一个角度认识你。我也是希望，因为我自己其实没有给自己定位成歌手或者是演员，当然我现在的、在身份上是这样子的，但我觉得艺术作品它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范畴，好比说电影里面有配乐、配乐常常是推动观众感受的一个很大的动力，那我就是很希望我都去接触，因为越广泛的接触，我以后能够给大家的养分跟能量就会越多。对，就是继续写继续唱好吗？当然也要继续演，总之你是多方面的发展，有任何的新作品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好的，谢谢信昌哥。好，哎，我改天再挑一天好不好？我来去跟唐老师看一下我们两个的星座哪一天那个三 C 会比较顺畅的那一天。我们重新再来连线一次好不好？好好好好，没有问题。看我们的星座跟命盘之后，我们再来决定哪一天。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来连线，等你哦，哈、哦，祝你晚安。谢谢张哥，晚安。所有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收听，然后也参与了我们今天第一次的有点紧张，但是最后还是有连上线的。今天你好吗？这个单元，希望大家一切都好，一切平安。晚安了，拜拜，拜拜，大家晚安。谢谢你，大家晚安。我刚是卡掉俊昌哥吗？对吧？俊昌哥加回来，不会吧？哥，我刚刚是不小心卡到你了吗？哎，太搞笑了！我们什么节目结束之后反而连的比较少。Hello，Hello， 嗨哥，看到你了。我现在反而比较容易跟你连上线呢、欸。对啊，现在一按就上来了，为什么会这样？对啊，我都已经跟你拜拜了，也8:56了。哈哈。啊，我知道下一次我要在靠近9点的时候，是不是？不过你待会9点还有另外一个通告跟大家分享你喜欢的音乐嘛，对不对？对对对，等等9:30的时候会在 KKBOX 一起听，跟大家分享我今天准备给大家的歌单。好，转换阵地，继续听你喜欢的歌。也谢谢你今天临时我们转换了角色之后，是我们加入你的直播，让更多的朋友们认识我们 Pop Radio。谢谢信昌哥，有粉丝朋友们，你们的见谅还有跟体谅，希望还是可以带给你们一个非常美好的夜晚。起码帮你们要到了阿拉斯加海湾，是吧？是吧？我帮大家要到了阿拉斯加海湾吧。好了，你去喝口水休息一下，9:30继续去听你放歌，换你当 DJ 咯。哦，拜拜。OK， 信昌哥拜拜，下次见。下次见。大家晚安，不是晚安，大家等等 KBox 见好吗？今天我准备了23首歌，然后应该不是说一个故事，会比较像是我们一起走过大家的感情，因为我们大家都属于自己不同的感情嘛。那希望从一系列的歌单里面，你们能够找到自己在感情里面某些时刻的归属感，好吗？等等见，拜拜。